咁啊，呢個發布會啊，其實三個零字啊，搞掂嘅啫。佢咧一直都自説自話，仲大讚自己爭取休漁期成功。超關撚事咩？屌你 short 撚咗啊！休漁期啊，有嘅時候啊，你都未做立法會議員啊，實下實下休漁期。佢唔係講呢一個休漁期。是講而家警方近日從善如流，不再輕易發出遊行不反對通知書，是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叫休戰期。你知唔知邊叫大運維？乜撚水啊？葉允兒我識。大運維係我一代嘅，我一代人嚟嘅，佢六八年出世。咁佢老豆咧叫做大師聰。哦，大師聰我識。都現年50歲嘅前香港歌手大運維。父親為本港已經已故著名歌唱老師大師聰。你早講大師聰個女兒，我咪知邊個咯。我梗係大運維，我就唔識啦。我一早咪講大師聰個女咯。